我知道雅西在某一些方面跟 Katrina 很像，所以你不喜欢她。但是你要适可而止，因为不管怎么说，雅西也是我请回来的客人，她不是 Katrina。该适可而止的是你吧 ？Katrina 离开了，你却找了一个雅西回来，你把你儿子当一台机器啊？一根螺丝坏了，你可以找相同的另外一个来顶替吗？你胡说些什么你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想请掉爱心，让子浩娶雅西。 告诉你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。你，我已经工作一天了，我很累了，我不想在这跟你吵架了。但是我要你站在我的立场好好想这件事情。我所做的一切事，你都是为了子浩着想。如果你真的为子浩着想，你就应该站在他的立场去想，而不是站在你一个做父亲的角度来看待这整件事。 告诉你，感情就是感情，钱一毛一收不能少。别以为那是外国苍蝇在追，我就会急着把货脱手。告诉你，你不要，其他蛮财等着排队呢。 真的，先告诉我，你想怎么样赔偿我？再来谈女人的事。告诉你最好没对她怎样，不然的话我不会放过你。呛杀谁都会，重要的是你有本事跟我像吗？你想怎样？陈海诺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这次的交易因为孙祥生而搞砸了，你到底要怎么交代？大不了我欠你一次。 这次交易我一定会替你做完，但是祥生也是很没事，不然我绝对不会就这样算了。这样听起来还像句人话，那我们就等我通知吧。海诺，你该不会真的要？祥生到底在哪里？孙祥生已经被吉普赛带走了。你最好紧紧看住那个女人，别再让到处坏事。 要不然，我让你们谁都找不到他。我们走。对了，说到女人，我顺便提醒你，好好看住你的陶爱卿。 你们太过分了！你凭什么拿我朋友的生命开玩笑？对了，那个叫陶爱卿的，你想怎样？ 明天我让你做人那件事，一定要准，信不信？我只是想要替你分担你的压力，让你像以前一样无忧无虑的大姑笑。如果你没有办法保护你自己的话，你就不要逞强。明天下午子浩就要跟爱卿订婚了，到时候你也太多的诡计也没用。现在有人给了我这个机会，让我成为子浩的未婚妻。叔，我可以不该保佑吗？我的家里。 可以看吗？到时候你就为我痛了。你根本在出卖你儿子。除非，他不要再待在这个家，也不要再待在时尚圈里面，他就必须按照我的做法去做。我负责帮你把女主角带到，如果爱心也一点都不快乐，就唯一是我。I think tomorrow's gonna be my day. 谁能够？